在一身轻啊，不在一身轻啊，真是说这 OK， 这没有在乎，这个在后面困扰着我玩的就很舒服了，对不对？虽然说这 OK， 这开玩笑啊，这虽然说这哎 OK， 大哥你要换森罗啊，我红眼能过得去吧，你不能这么搞。上路一排是获取了的，像这种的话顺利获取一排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像这种第二路的话基本上就要把后边的这个真哥解决了，这拿下他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而且下面两路主打的就是一个拖延时间，一旦来那种不能清场的基本就废。而且像地刺王这一路的话他更过分，他基本上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矿工，对不对？阳光能够顺利获取就没问题，漂亮，最后一个没浪费呀、啊。这下路这个要干什么？他来这个其实也没用。啊，难受啊！这一波我这个真是没算到啊！我说实话，应该让这个扶梯搭过去，然后呢一个火锅辣椒踩扶梯，他就得炸了。我哪算得到这一步啊？我要能算到这一步，我不成神了吗？真是 OK。哎，我这学聪明的，等一下，这真不能着急了，这万一再来那种，我就真的很难受了。可以，看来扶梯也不一定非是坏的，对吧 ？OK， 这个不行。OK， 这个不行，那还是让他吃掉吧。他既然不行的话，还是吃掉。不行，吃掉的话，每一个都得浪费一次机会。但是他这一个到底重叠了几个呀，大哥，你不是你这么整，这么整没办法呀，还有7000多阳光 ，OK 了，搞定了，这就搞定了，剩下的话全是在下路了，来吧，还有6000多阳光，打这一路我就不相信打不过 ，OK 的话白眼来了不行 ，OK 又来个红眼，两个人一起敲好吧。像这种没有矿工的话是只有一格一格的敲啊，而且他最后这一格还敲不着，这是最关键的，你知道吧，他一旦敲不着就很麻烦了，真的很麻烦。哎呀 OK 漂亮，一个矿工手里还握了5000多阳光，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，矿工吃过去的话他会剩最后一格不吃，说明我这波好歹得再赌一个巨人什么的，但是就好办了，像巨人辣椒这些5000多阳光好歹能出来一个吧，对不对？漂亮，一个就已经足够了，一个红颜解决掉的话没什么问题，那就算是清场了，主打就是一个慢慢敲了、啊、那现在的话剩了4000多阳光、